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以勋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钢弹又来啦！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款《机动战士钢弹 Extreme VS War Boost》就是相当不一样。它可是原先在大型机台超夯的钢弹格斗游戏哦，而现在也确定会在 PS3 版本上推出了，这样玩家们就可以在家里的客厅爽爽玩喽！赶快看看游戏介绍吧。在日本人气超高的大型机台游戏《机动战士钢弹 Extreme VS Full Boost》，现在也确定要移植到 PS3 家用主机上喽。本作也预计推出限定版 Premium G Sound Edition。除了游戏本体之外，还收录五首钢弹原作主题曲与原创配乐，包含初钢的主题曲《癌战士》等原声带内容，让玩家重拾当年的感动。阿姆罗伊提马斯。另外，官方也预计将同步推出专属大型摇杆同捆包，让玩家在夹击上也能体验和原先大型机台上的操作感，可以说是诚意十足。游戏预计在明年1月30日发售，虽然公开的预售价格稍微偏高，但是钢弹迷们可绝对不能错过这款超爽快的钢弹格斗游戏《机动战士钢弹 Extreme VS Full Boost》喽。